球之后，没有注意到后面，对吧？哈维尔没人跟他讲，后面有鬼。啊，结果艾伦在篮下空了，一个转身，艾德再给一个地板球，空了，跟谢亚轩一个 two man game， 漂亮的搭配，脚踝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。好，简单的抛投得分，三分球，篮板球又被中信特工这边拿到一个假动作，谢亚轩再给艾德，又是复制贴上，艾姑婆一定要到这边并没有做好，艾德向后翻转 fade away， 怎么打怎么进，真的。好，给出来中距离的出手，艾德，哇，这就是他的拿手好戏啊，中距离真的很稳。这个地板传球给到了艾德，哇，这一个球场魔术，之前出现这么多的一个失误哦。暂停之前，因为他们主要的卡斯的防守哈，不。固定位置的三分球又来，在防守部分啊，我看他了。林伟汉再给艾德固定位置的三分球又来，连二拉二 ，back to back。哎，8273，剩下6.3秒，交给了金恩，篮下又漏掉了。